高雄错失了它最可以发展的一个机会，你让高雄贫穷了这么久，那事实上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项背景啊。那你还卡住它的预算，只因为它是韩国瑜，你用权力的角度去卡它。当你用权力角度去卡它的时候，你就让高雄的人更加的贫穷。然后你希望高雄的人感觉到韩国瑜上来也没有增加我们太多的经济上好的东西，希望再度的赢回权力。我只想问蔡英文，你也六十几岁的人，你比阿伯还要老 ，OK？ 阿伯比我小一岁，你比我还要老，你是阿婆，我跟他都是阿婆级的人。请问你当一个阿婆级的人，不需要有一点点比较好一点的心肠吗？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对高雄你伤害了什么？所以他现在呢，败选了以后呢，因为习近平的对台湾四十年的告台湾同胞书，那他的发言网络声量大增，好，那你把他看成台湾老百姓对台湾的某个程度的在乎，这是一个角度；你把他看成你个人的权力转机，这是一个很可怕的角度，因为这是台湾的危机。但你把它看成个人的权力转机，我常常想问说，政治人物你要自私到什么程度，你才要善罢甘休？请问你要自私到什么程度，你才要善罢甘休？哈，所以我希望蔡英文仍存有他原来很纯真的笑容里头真实的一点点善良，请他把纯真的笑容里头那些什么叫做蔡想想养可爱的猫的那样的一个纯洁的一点点的善良，请他给高雄市民，有可能吗？他可，但是我要让老百姓知道，就是他可不可能我不晓得，但我想让老百姓知道说，如果他有一点点纯真的善良，他就应该要知道他当年反对三通的政策，他的伶牙俐齿跟所有的人努力让高雄直航，他全面的阻挡，而且他说出来的话让很多脑袋不清的人统统都接受哈，他本身是全台湾可能对高雄亏欠最多的。事实上陈水扁刚上台的时候是想要开放三通的，那蔡英文个人呢，你们现在都年纪比较这个小一点哈，陈水扁一上台接受 Asian Society 的访问，就是亚洲协会，然后派了一群中国问题专家，都是美国人 Harry Harding 这些人来看陈水扁，早上的时候他就说他愿意接受一中各表，结果当天晚上就有陆委会主委蔡英文发正式的新闻函，就否认了这件事。那蔡英文是怎么样变成陈水扁的陆委会主委？他是李登辉推荐的，还是他代表什么样的力量？那那个时刻，其实陈水扁一直在这两个力量里头摇摆，一个是独派的力量，一个是新中间的路线。到后来他的执政的失败时，他完全去拥抱了独派的力量。那陈水扁是有意思想要开放三通，那可能他本人也是最强烈的一个阻止者，这样哈。那不管他是不是阻止者，还是他的主子叫他做什么，他就是做什么。无论如何，他今天当了总统，他要了解，他当陆委会主委的时候，他的所有的伶牙俐齿，他因此使得所有立法院的三通，所有各种不管这个当时的所有的质询里头，他认为他的个人嘴唇上的胜利都是高雄的失败，他对高雄其实是很大的亏欠的啊。那不是只有他，大家都亏欠好了。好，那请你帮助高雄还债，然后请你给高雄一条生路，请你不要如此的自私，不知道你要的自私到善罢甘休到什么程度。所以我主要去那个地方当然是就是韩国瑜的还是他的粉丝，我只是你是尽一份心力而已，对对对，然后去做一点事。那我在想的就是说，那六合夜市没有人这个现在人气旺，可是可以持续多久？那就希望结合日本还有两岸三地的所有的建筑师哈，然后就要这样可以把各种不同的观光客都结合来，把六合夜市做一些全台湾最新的最漂亮的夜市的改造。然后另外比如说不二艺术特区，那我就是用创意去想说不二艺术特区如何变成年轻人喜欢的 AI 夜市。那个红海可能那些软体是可以帮忙的，年轻人的露营车就又跟露营又跟六合夜市不一样，就是要引进英国的 Q Garden， 然后就是说你得帮他想很多，不需要中央点头，而且高雄不能够再花钱，因为他负债太多钱，然后那些钱都很少很少的情况里头，如何
就是说他甚至根本就是都是外界捐的钱里头把高雄的经济从年头到年尾可以振兴起来，像他们现在马上这个礼拜就要进行的乌鱼子大赛哈，就是我想着因为乌鱼子的单价比凤梨酥高嘛，所以他就可以马上的增加他的产值。那我们当然是绞尽脑汁想要帮高雄的忙，可是我想政府这样一直卡着不给他足够的经费跟预算去解决高雄当地的问题，我必须说这个政府已经不叫做政府，它只是一个来争夺权力的流氓政权。 Andy， 我自己常带外宾去参观当时高雄非常有名的园林石化工业区，那时候去参观它的林园，那去参观它的这个防治空污的设施，带我们去看那几个监控林园石化工业区那几个烟囱的这个每一个摄影机，那时候我们跑到室内去看那个摄影机照的那每一个烟囱都是把那个空气污染得很严重，可是那个摄影效果并不好，就我们就走出那个监控室一看目测比他的那个用这个摄影机测的还更清楚。那我们就在想，你把这个钱投注在这些测观测站有什么用，觉得是一种浪费。外面那个烟囱冒那个烟真的是让你感觉到在附近老百姓怎么生活。那我有一次我在欧洲服务的时候我跟我的家人那时候开车突然迷了路，东转西转，那时候在阿姆斯特丹，转到了一个港口，结果一停车下来，我看到一个全世界最大的一个石化工业区，大得不得了。那我下来想，我以我在高雄我的经验说，完了那外面空气一定完蛋了。可是我一下车以后让我非常吃惊，到现在我还觉得印象深刻，就是说我下车以后我闻到的空气是毫无污染的空气。来，代表我刚刚讲了长，不过讲到这里我打断您是是是，第一，荷兰是天然气生产国，台湾不是，是是，然后石化最重要的原料就叫 gas， 就是天然气，那高雄所有的东西都要运进来，所以您要了解就是说不是不能解决，而是你高雄的所有的石化除了中钢的钢铁之外，大多数的东西都是很低阶的产品，你要增加它的环保成本不是不行，可是它可能就倒闭了。所以中国大陆对于这种工厂就直接关掉，而直接关掉以后就创造很大的失业率。所以就是不要把荷兰的例子或者是说我不太认为比如说像台塑，你今天把这个环保标准提高你的工厂就倒闭了，我想没那么严重基本上我们现在的地方自治法事实上你中央定的标准地方可以定另外一种标准，这个原则是什么呢？你不能低于中央的标准，而是你要高于中央的标准。也就是说今天韩国瑜在财政这么困难之下，他如果要改善高雄现在很严重的空污问题，他现在的行政的他的权限他就可以提高现在的空污的标准。这个空污标准你不是要把这些工厂通通赶出高雄，这个不是目的，而是说每一个国家在改善环境的品质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不断的把它的环保的品质往上提升。而且说实话，韩国瑜市长现在应该好好坐下来跟他的环保局长好好检讨一下，这么多年来高雄对于空气污染、对于各种污染、工业污染它的标准有没有改善。如果这个都不做的话，那我们对于高雄现在要改善它的观光，把它的空污的问题解决的话，那更是束手无策。我们该做的还是要做。我觉得你们讲话多久的时候呢能够达成我打断你，可是必须要做的还是要做。我非常反对所有的人不去高雄当地，然后从国外从一些很高端的。我去的高雄次数可能比你还多。我的意思说我常常去我说你要了解那些产业它的利润啦，你要实地了解。像比如说在美国，像他们高雄市议员待会可以讲话，在美国的台塑他赚的钱比台湾的台塑还要多。为什么？因为美国有页岩油气，台湾就没有，所以他们的环保标准是完全符合美国的。台湾的就如果要做到完全符合美国那个标准，就垮了。我不知道台塑卖了会不会垮，我不知道。可是你去看看林园那些石化，这个就是台湾一个大问题。不是问题，我们不能老是把这些低的标准
来牺牲我们的环境。不是不是，它不是。我认为我们必须要不断的提升我们的环保标准。如果说本身的产品的话，我们要让我们的人民哈用呼吸这么样糟的这么糟的空气的话，就是要去容忍这种空气的话，就这样子。我们今天的话，所有的问题都不能解决。不一样，没有这个绝对是总统层级大家需要顾及的，因为总统的层级嘛，对不对？足够盲场的了，对，足够盲场。那个足够的那个中央层级的一个政策进来，地方才有办法来依循。你现在把这个中央层级的问题由韩国瑜这个人来去做一个处理，刚刚诚如文茜刚刚所提到的产业规模的升级，这都不是一朝一夕。从过去二三十年来，高雄就长期就是在产业升级上面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很大的突破，所以以至于韩国瑜目前为止，他也不过就是在这个聘请观光大使，然后对于这些乌鱼子、对于秃头时尚等等之类，只能够让大家有感。刚刚代表所提到的问题，绝对是台湾未来政策一个很大问题。不过那个东西真的是需要国家层次的高的一个部分过来，才有办法来去处理。我先很快讲，国家标准哈，地方哈，中央的标准哈，地方只能提高。不能下，不能往上。环保议题可能跟经济发展议题是要绑在一起思考的，可能不能单纯只看从环保去解决环保议题，它可能会。其实刚才文茜姐讲的，就是说高雄的空污到什么问到多严重，我跟大家报告一下。两年前台积电它要设一个三奈米的新厂，我是从台积电出来的，它其实最终没有到高雄的原因就是空污，因为高雄是一个全台湾唯一一个地方是它是总量管制一个地区。那高雄就像文茜讲了，从三四十年前的十大建设到现在，整个的重工业都在高雄嘛，所以高雄它整个的排放是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了。所以我们是所谓的，我们现在在讨论解决方案，对，到底该怎么处理这个问题。所以就是说，我先讲啊，韩国瑜他这个起手式对于经济的一个起手式是观光，我觉得这是最快的，因为整个的产业转移就像文茜讲的，没有那么快嘛。但他做了很漂亮的一个观光的起手式，包括我们请文茜来代言，包括他做了很多的不同的观光的努力，的确让很多人进来。那如果说高雄的产业要去转型的话，如何把重工业慢慢的把它降低，把高科技可以增加？现在全台湾的六都里面，只有高雄市它的高科技最低，连台南的南科都占了台南市一半的工业产值。高雄市没有，所以韩国瑜未来的挑战是如何把过去这四十年的重工业慢慢的降低它的比例，那当然污染一定就会降低嘛，因为重工业排放的污染最多，然后把新型的高科技或者软体园区这种根本就没有污染的一种新型的产业增加，这是未来韩国瑜他要做的一个方向。当然，我们可以看到，的确要拼高雄的经济困难度非常的高。我想问他一个问题，就是我有没有误解？就是说，你们那里的石化产业，跟除了中钢少数不锈钢之外，其实你们做的都是很低阶的，它是比较 low end， 都低阶。那这个对他来说，如果一旦提高环保成本，我绝对不是反对环保，因为这种话你不要给我戴帽子。但是你不要因为不知民间疾苦，搞到当地没有工作，这样我常常讲，到底 是没有错。其实文茜讲了一点都没有错，因为高雄的石化业已经在那边四十几年了，那它一样的设备，但是我们的标准会越来越高嘛？先天上的问题。对，先天上我本来已经设备这样子，那如果你要符合越来越新的标准的话，你要增加设备，你要增加很多的。这资本的支出嘛，那他这样子搬走去越南了，他就搬走去越南算了，对了，他的一个基本结论就是说要赶走这些企业很简单了，但是这些企业他你赶走他以后啊，那他的就业人口怎么解决？对，就没有企业主的发展怎么解决？没有工作可以做，所以你的辅导系统你要怎么去做？所以这个部分里面是必须要是全国性的从长计议，包括你把它引导到国外去，可是国外也有国与国之间的问题，谁要污染的企业进来？但是问题就在于这个部分里面，你不能够说很短的时间内我就把环保标准提高，然后呢你做不了的你就给我滚蛋。那这个是很有办法，这个用行政手段你很容易做，但是你可能会引申出更多的问题。所以这个部分里面，事实上没有办法说我很短的时间内我的空气就解决了，这个还是需要
但是重点是在于中央要不要把这个列为我们的整个经济产业环保政策里面的一个环节，这个才是要做的事，也就是你中央跟地方政府之间的衔接跟配合要怎么做，这是必须要纳入思考。韩国瑜之前是跟朱学仁去发鸡排，刚当选的时候，那时候蔡丁贵说那个去领鸡排的都是演员，我想请问蔡丁贵，那这些是演员吗？这都是高雄的乡亲呐，所以最近其实政治人物自己要先拿捏一下，说我如果要发红包或是发春联，很多政治人物写春联了，啊，印了很多份，啊，如果发不出去怎么办？这个是一个人气的这个指标哈。我们高雄圆月的观光大使是那个冰冰姐啊，被骂说没有质感，好，但是当然对冰姐很不公平了哈。那我们刚刚看到是二月份的观光大使文倩姐啊，这个文倩姐刚刚提的哈，我真的。但文倩姐，你对第一个字不要介意哦，我觉得真是老成谋果啊，啊，那老那个字比较那个，但这个成语就这样子，忘吧不要抖，好，那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我之前这个图片，你完蛋了你，枪毙，虽然文倩可以自己称自己阿婆，但是你不能说她老，就地处决，谋国就好了，谋国，当场处决。我之前讲的哈，因为我的论述能力不好，但是今天文倩姐她一讲了我就懂了，我之前就跟大家讲说韩国瑜他讲，他说这是夜市。好，刚刚提到夜市啦、观光这些，只能让几十万人哦、数十万人受惠。这韩国瑜自己讲，其实官方你注意到日期，其实他当时还没上任，是上任的前五天。然后韩国瑜说要怎么办呢？要做产业升级。好，高雄这些产业，刚各位前辈辩论产业必须升级发展。可是文倩姐突破的这个盲点是什么？她说啊，刚陈文倩讲的，高雄是没有产业模式啊。没有产业嘛？如果把污染通通搬走，高雄就空，就没有公司，就没了，就空了、啊。所以根本没有产业模式，那怎么办呢？好，所以我还是要回应刚这个柯志恩委员他的这个论点非常好，那是总统层级的事情。就刚刚各位前辈包括大使你们讨论很多东西，高雄的问题这么多年，好盘根错节这么多，一个高雄市长能解决吗？又老又穷的高雄真的没办法解决哈。我要讲一下这位这个。吴主席哈，吴主席他说啊，要选择最公平、最没有后遗症的方法来选这个候选人。我要告诉吴主席，你的错了哈。我的良心建议啊，吴主席应该这样，你要选的是你要推一个能选得赢的啦。你推一个没有后遗症的，然后输的，那你推这候选干嘛？好，我来选，大家都没意见，就我输了。那你算这样，你不知道，你当然找一个能够选得赢的人嘛。那能够选得赢的人是谁？后裔，后裔在你旁边。你那些就是能够选得赢。所以我主持人我的结论哈，因为我没有什么任何政党或者我要帮谁讲话哈，所以所有的候选人都可以这样子啊。过年嘛，我们有九天的年假嘛。这个王金平啊，朱立伦我就不点名了。每个候选人都可以去拜庙啊，说大家都去比发红包，看谁排得长，就由他来选。我这个方法很怂吧？但是田野初选，怂够五啦啦，这个比民调准很多啦。五郎被摆吧，你光七张间，他是为那十块吗？你秀一下，那个黄远那边有七个钟头，来对砸空你啊。那里面又不是什么，你也排七个钟头，不会吧？我不用排七个钟头，只有一块钱。对，所以我登十块钱呢，这个人潮的魅力是一个指标的。历任的总统，像马总统那时候还叫那个国安局的时候，在后面按码表、啊，到底发了多少？来了几个人？这是对，这个是指标，这个大家这很公平，好，这也不是演员，就你有没有这个人气，你有没有这个 charisma， 一翻两瞪眼的。